再感谢呢，我们祥飞艺术舞团是由靳顺堂我们的季坤东季堂主亲自聘请，让我们今年呢这个祝寿大典以及呢开光启灵仪式多的我们的舞蹈表演一项哦，显得更加的隆重，也更加的完美。接着让我们欢迎祥飞艺术舞团带来的这一首《日出峨眉》。献上了，好，非常的多来自呢我们的。